在创世秩序中，玩家扮演一名年轻警探，随着调查查尔克斯豪宅一案，却意外被卷入传播欲望的邪教及纳尼亚之宝寻宝者共舞的悬疑风暴中。又基于本作具有神器欲望病毒的存在，导致整个故事架构意外又合理地充斥着各种靡靡之音，更别说还有突然捡到的懵懂天使小姐姐。使得本该悬疑的故事却是平添上不少笑料。大家好，我是九龙。NLT 公司运营迄今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大概就是《纳尼亚之宝》传播欲望两套游戏。不过其早年却是透过家庭故事发家，后来随着政策运营方向的扭转，才挪移至现今的邪教挖宝路线。在此过程中，NLT 公司亦顺道完成其游戏画风向市场的靠拢。该司早年画风颇熟，不过在更改为《纳尼亚之宝》之后的画风，或许才有效帮助其最大化市场。又到了2021年，《创世秩序》横空出世以后，象征 NLT 公司已然就欧美小黄油市场打造出隶属于自身的 NLT 宇宙，另由于其三部曲中的前两作均有放上 Steam，是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纳入口袋清单，期待其未来上市。不过暂时按网友推测，该作后续故事要谱写完善，可能尚需要不少时间。虽然目前它的游戏时速就已然超过不少单纯欧美视觉小黄油。下头，九龙将来介绍《创世秩序》的游戏内容。这次作品延续了该司向来常用的精美 2D 地图，辅以精致小人能在地图上移动，再加上精彩 3D 人物的动画表演，并尝试呈现出角色一颦一笑间的变化。同时，该作具有简易配音，虽说简易，却一点也不马虎。小智打沙袋及酱料的声音，大智关键时刻的诠释，均有纳入。终于，最后构成了这套画面优美的欧美 RPG 小黄油。又该做的人物脸部建模看起来普遍轮廓较深，但每位女角均有塑造出各自的差异。接着说说《创世秩序》的游戏体验，这部服一开场便是令人震惊的大戏，完全不啰嗦，一言不合就做菜，依稀揭露了本作节奏轻快的本质，很常发生关系都是突如其来的。又该做游戏过程虽然不用选择，但因其内容包含了解谜、小游戏、收集道具合成、房屋装修要素在内，因此想要破到一定程度，还是需要耗上玩家不少时间。该做的解谜、收集道具合成是 NLT 公司的招牌，往往玩家会在游玩此环节时卡关。一旦卡关，请记得观看天使神器给予的任务提示，像九龙就一度忘了看，导致像无头苍蝇般的卡关。而由此来说，本作适合带着游玩传统 RPG 的心情来玩，眼睛要够利。没事，还要点点放眼所及能互动的所有元件。不过，基于 NLT 公司向来是制作精致小地图的代表，所以有时即使眼睛够力，可能也找不到需求物件。因此，适时上网查询攻略，才能有效帮助推进游戏进度条。遑论该做的任务道具往往零散在各场景，你要将自己齐才制造得出关键任务道具。再到游戏内的家园系统，该元素其实有点乏善可陈，个人体感偏向是用来延长玩家游戏时长，总让人有股费尽心力努力赚钱装修房子，而邀请朋友来家里时，你只给我看这个的感觉。当朋友来你家后，首先你的装修要达标，其次你要有收集到他能表演的动作。辅以商店购买的换装，在有限的选择里做有限的事，无法有自由动作的变化，是略为可惜的设计。至于影音店里的小短片，则是偏向 NLT 公司旧作画风，对个人来说使用度不高，
不过基于其游戏本体的动画就很精彩了，同时这些动画也会收入间隙预测，于是玩家亦可以将上述视作娱乐演出，自身再决定要不要投入时间。而这套游戏的内建小游戏就相当不错，类似推稻草，既不会让人感到枯燥，亦不会花上玩家许多时间。总结来说，《创世秩序》称得上是瑕不掩瑜的用心剧情大作，处处存在该师用心打磨的痕迹，并且如今 NLT 宇宙既已成型，那么过去喜欢《纳尼亚之宝》传播欲望的你，不妨可以试试这套传承旧路的精神续作《创世秩序》。以上，谢谢收看本次影片。若喜欢本次影片，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支持我创作更多类似影片。九龙宅什么？我们下期再会。